新县长封号的宜兰县长林聪贤，这次出马角逐连任，特别在中天新闻五二选举巴士单元里，擘画他的未来施政蓝图，更是当场挥毫，用毛笔画押，承诺要给县民一个产业升级的宜兰。好，谢谢你的好了。宜兰有五星级的美食三星葱饼，还有个五星级的县市首长。今天中天新闻五二选举巴士就来到宜兰县，要为您访问林聪贤县长。走，幸福呢对宜兰人来说不是口号，因为他们有一个五星县长林聪贤林县长。现在县长呢就在里面等着中天新闻五二选举巴士的到来，马上为您访问到林县长。县长在吗？县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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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今天要请你来上一下我们中天新闻的五二选举巴士，对县民来真心话大冒险一下。没问题，我会真心的来回答。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呢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五星县长林聪贤林县长，看看县民对县长有什么样的期待跟问题。来看第一题，在经济上以及那个就业上要怎么提升？县长，您曾经在这个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上面，你蝉联过这个最穷的县市首长，存款比较少。那我们知道您是因为这个女儿的教育经费，那个时候女儿在念书嘛，所以这个支出会比较大。那县民想问的是，县长，如果我们宜兰县的人民不想要当一个最穷的县民，县长，您可以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跟一个就业状况一个蓝图吗？能够促进在地的经济发展，才能够促进在地就业，服务业也蛮多的。不过就平均薪资来说，还是相对比都会区还是落后很多。那我们在产经的布局上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善用我们原来的传统产业，作为我们最好的这个基础，然后来加持，让他觉得说回到家里住，相对比大台北的生活压力比较少。那同时在这边要有发展的机会。你也是一个爸爸，我也是一个爸爸，但是我希望说你可能有许多话想要对你家里面做一些深情告白。想跟他们跟你抱怨，我说你怎么连家人都不能陪我，你的爸妈都可能抱怨。这个抱怨是最多了。我也觉得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失去陪伴家人的这样的时间，往往很难弥补。公众人物啊，其实最亏欠的还是那个太太，把现在的这种服务的工作做完以后，我要一辈子去呵护他，补偿他。我们一直都是五星的县市，那如果在未来的时候，如果假如你选上了市长，在未来四年你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承诺？在分配不均上面要照顾更多弱势的人，对于青年世代我们要有更多的准备，让他们来参与。我们在产业布局上面，我们用南文创北生医的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推动产业的升级，包括大家所关心的让青年能够勇于返乡，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高龄化社会能够做好更好的一个高龄友善的城市的准备。听说你书法写得很好，可以请你在镜头前面为我们宜兰县民写书法挥毫一下吗？要幸福宜兰呢，没错，县长哦，他不会空口说白话。现在县长要画押，怎么画押？用毛笔画押，要告诉大家他对宜兰县的县民未来四年会有什么样的承诺。县长，听说你毛笔写得很不错，对不对？不是不错啦，平常心烦的时候就报纸拿来画一画，没有练啊，没有练。好，废话不多说，马上请县长来画押给我们全部宜兰县的县民。哇，县长谦虚了，真的是有连过来。县长，给我们镜头看一下，你对宜兰县县民的承诺是什么？未来四年，我们一定要积极的为我们县民来打造一个平安、幸福的我们最好的市区环境。中天新闻五二选举巴士，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我们的五星县长林聪贤林县长，也希望这个平安幸福能够托县长的福送给全台湾的观众朋友。